各位同学，阮即马开始上课，请大家起立。起来，大家请坐。啊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啊，即马袂用讲熬早咯，即马十一点啊，吼，就要到啊，大家腹肚可能就枵啊，吼，小啉来一下，然后一点钟尔，吼。啊，首先哈，小弟姓卓，曹继平哈，卓继平啊。啊，我拄啊看哈，起来坐电梯看，写电脑专家不敢当啦，吼，不敢当啦，吼，啊是电脑算较久啦，吼，啊算主校人算较紧嘛啦，吼，因为我是从事电子业啦，吼，电子业。啊，可能啦吼，咱啊在北部吼，在北部的朋友吼，咱在先进啦吼，啊，你若有听电台啦吼，咱的民主电台已经早有敬重力的吼，已经历史和平吼，可能有人有听这個电台吼，啊，我是在历史和平有主持电脑节目啊，叫做电脑五四三，吼，啊嘿，我是拜六的节目，拜六下播，嘿下播。哎，哦，安尼吼，嘿嘿是，啊，我节目吼，我听讲，即马有较好啦吼，因为咱主要要讲电脑嘛，是讲要问即个咱电台吼，会听讲的即个年龄层要甲降低，啊，无拢是老岁啊，你听啦吼，一般咱本土派吼，拢是年纪嘿，拢有较侪，因为较捌代志，再然后出来讲要为台湾。做一块代志嘛，吼、哦！啊，一块少年啊，较未去想着遮，但是吼、哦，因为有电脑的节目吼，啊，一块较少年的朋友蛮厉害啊，啊，所以讲我迄个节目来讲吼，唔难讲少年的吼，啊，问上老的八十几岁哦，迄阿妈，吼、哦，啊个上少年的吼，尤其今嘛即个手机啊，吼、哦，即、這个智慧型手机，应该讲人手一支啊，所以讲吼，即、這个年龄层吼啊降低啊，比我足快嘞。啊，今仔日吼，我来遮吼，我第一日我看到讲，哦，今仔咱即期吼人有够多啦吼，我一般像有当时啊吼，来时有比这个多，啊，但是吼，我会去顶两期啊吼，人差不多一半尔，我讲哇，这也足好诶吼，看有遮侪人伫关心咱台湾吼，而且今仔来遮侪人，来遮听讲课诶人，拢是对台湾吼，佮特别吼有即、這个。爱心吼、哦，啊，希望咱台湾用诶，行出一条搁较好诶路出来，吼、哦，啊，无好即卖看吼，大家讲绝对本土派，虽然讲虽然诶，吼、哦，啊，大家做法无同款，啊，话吼，讲啊，碰到有啥物抗争，啊，咱就行出来，啊，行出来以后，从啥呢？啊，就画画诶，啊，下淡淡诶，啊，迄就跟他点一支香蜡烛。点多以后，三秒钟就失去啊！那是咱用讲理论呢，咱用个讲个外久都外久啦，吼、哦！啊，这个讲实在是较实际，吼、哦！啊，那是讲像咱啊抗争，吼、哦！啊，甲讲理论呢，这两个比起来，我相信大家选择咱来讲理论，啊，来用法律来个进行，吼、哦！咱这个台湾。这个保卫战，吼、哦、啊，因为安尼，吼、哦，因为咱需要一挂，有当时啊啦，在咱生活中，吼、哦，哎，在咱接触的朋友内底，咱有需要，吼、哦，问咱一挂理念，吼、哦，甲咱的朋友讲，啊，有当时啊，要取得这一些资料，吼、哦，要讲这些理论的时候，有当时啊，咱有较欠缺，吼、哦，欠缺啥呢？资料。啊，无就欠缺讲，咱讲话啦吼，咱一挂游说技巧吼。啊，像遮个来讲吼，因为即马即个资讯吼足发达嘞，啊，你若要运用即个网络顶头的资料，
哦，而且讲你若不要讲，我紧另外介绍咱的朋友来咱的网站来看咱的资料。啊，加的吼，这部分的物件，以前哦，应该讲用电脑的人吼、哦，用电脑的人，甲即卖用这个智慧型手机啊、平板电脑的人比起来，这个人数增加足多，所以讲相对增加多呢，就是讲咱取得资料啊方便。哦啊，比如讲，咱要讲甲咱的朋友啦，吼、哦，还是讲要讲咱的理念啦，吼、哦，一寡在论述的时阵，咱的资源拢伫网络顶头，啊，咱哪有法度掌握这个网络这的资源，也要去运用的时阵，对咱来讲，吼、哦，咱应该讲，唔那加一双手啦，吼、哦，咱有加足侪足侪力量出来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我是。想讲，咱用个利用这个对电脑、对网络吼、哦，这个认识，咱用个在吼，伫讲咱的一挂理论的时阵吼，用、哦、个有淡薄帮助吼、哦。啊，即马真侪人，可能啊，以前唔嘛伫用电脑过，吼、哦，真侪人可能无用电脑，但是吼、哦，我相信即马真侪人拢伫用电脑，吼、哦，真侪人伫用电脑。唔是讲即个电脑有啥物改变啊？吼，还讲你的行为有啥物改变啊？其实吼，可能咱大家拢唔知啊，真侪人辛苦拢扎一只电脑底个啦，吼、哦、啊！以前讲扎笔记型电脑吼，扎个辛苦个啊，扎 PDA 啦吼、哦，但是即马唔是啊，即马扎一支手机，啊，这支手机吼，咱一般咱是讲叫手机啦，其实这是一只电脑。哦，智慧型手机本身就是一只电脑，只不过吼、哦，这个名称吼、哦，咱从以前来讲吼，拢一定个认定讲，伊是一只手机啦吼、哦。其实咱即马揸的智慧型手机是一只吼，用个卡电话有这个功能的电脑，啊，这个卡电话部分，在这只手机啊里底伊的功能。只是占一小小部分而已，哦啊、所以讲，咱摕到这个智慧型手机的时阵，咱唔好甲讲，伊是一支手机啊，哦，那是讲，我那是一支手机啊，吼、哦，啊，你若讲我是电脑吼，讲我是手机吼、哦，我会变面呢，因为你若看我的手机啊，吼，啊，这安怎看嘛成手机啊，但是安尼就变电脑呢。我有键盘滴个啦吼，所以我虽然讲我只脚较孤单薄，但是这是手机智慧型手机第一代的时阵，一做出来就做这个款，啊，可能要真侪人伫用，将来抄的安怎想嘛想袂歹，啊，想要换嘛换袂掉，吼，啊，即嘛愈做愈好吼，啊，迄个续航力也较长吼，啊，不管是像即嘛真侪人用手机伫上网吼，就用这個智慧型手机伫上网。啊，即马上网的费用来讲，冇做足大的改变吼、哦。啊，以前吼、哦、有较无合理，啊，即马来讲吼、哦，即、这个费用也有较改善啦吼、哦。啊，另外个一挂公用的即个免钱的网路用的使用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大部分呐、啊、用即个智慧型手机的人，大部分迄支手机本身就用的上网。啊，所以讲，咱唔好甲当作跟他伊是一支手机啊，吼，安尼伫使用。啊，我即马先来做一个调查啦，吼，手机啊，大家应该拢有啦，吼。啊，但是吼，你敢知影你的手机吼是毋是智慧型手机，还是传统的吼？迄、那个差不多用个照相啦，用个讲电话，安尼俩袂用个上网迄个手机。我即马先来调查一下，吼。啊，你也感觉吼？你知影的吼，你认为讲你的手机啊是智慧型手机，请举手，超过一半哦，吼，超过一半。啊，其他的人吼，可能哦，手机有较孤单薄啊，吼，啊，用个讲电话，用个翕相，用个听音乐，啊，上网可能无多，吼，啊，这部分的人请举手一下，啊，这较无一半啦吼，啊，剩的可能哦，伫度孤为款哦。嘿，话紧咯啊！我当时啊，讲电脑有阵啊，枯燥无味了吼、哦、啊！但是吼、哦，电脑
来讲吼，对咱来讲是足重要的。啊，今仔咱就要讲这部分啦，吼。好啊，有关吼，即、这个手机吼，即、这个智慧型手机甲电脑到底有啥不共款呢？吼，其实吼啊是完全共款啦，只不过伊展现出来的形态是无共款的吼，伊较细只，吼、哦、啊，因为即马智慧型手机甲以前的手机无共款的所在，就是讲伊本身吼，伊、哦、嘛是走一个作业系统，吼、哦，伊带即个手机内底，共款是电脑嘛，吼、哦，伊有一个作业系统伫走。啊，咱电脑那一般咱桌上型电脑啊，笔记型电脑吼、哦，你看到的吼、哦，像有人是用迄、那个。Microsoft 哈、哦，微软呢哈，诶、作业系统哈、哦、啊，用 Windows 哈、哦、，Windows 这个系统啊，我也是用那个 Apple， 哦 ，Apple 的那个 OS 哈、哦、啊，超分这两大款啦哈、哦、啊，其他哈、哦、都拿其他个人电脑来讲哦，差不多都拢超是这两个系统俩啦哈、哦，但是手机啊都无甲同款啦哦，哦，像这智慧型手机哈。哦伊造的作业系统，伊嘛是一只电脑啊，所以讲伊嘛有一个作业系统在造，啊，这个作业系统都几啊款滴个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但是上主要的嘛是两款尔，吼、哦，嘛是两款，一款就是这个 Apple iOS， 吼、哦，就是同款啦，吼、哦，加迄、那个迄、那个电脑，吼、哦，桌上型电脑啊，啊是讲笔记型电脑，吼、哦，同款是 Apple 公司。因做的这个作业系统，啊，另外一个系统吼、哦，都不是微软啦、啊，吼、哦，微软当然嘛有啦，吼、哦，像诺基亚即卖上新的，即个讲啊，伊、要用Windows 的系统，吼、哦，啊，但是上大部分，即卖上大部分都是用 Google 的作业系统，啊 ，Google 的作业系统可能有人讲，哎、欸、啊 ，Google 我就知啊，敢有这个作业系统有，就是即卖 Android。啊，中文为讲叫安卓啦，吼、哦，安卓这个系统，啊，这个系统吼，在、哦、手机啊内底吼，这个安卓还是用这个啊 iOS 来讲吼，伊、哦、的比例吼、哦，用 iOS 的吼、哦，这个 Apple 的吼、哦，差不多在四分之一，吼、哦，差不多25%，吼、哦，啊，那是讲用这个安卓来讲吼、哦，这个作业比重超过一半，50%。啊、所以讲，伊这个结构啦，吼，甲咱伫用电脑、桌上型电脑、哎，笔记型电脑，吼，哎，同款，有这个现象，吼，啊，拢靠边站，吼，啊，那愈侪人用诶，吼，伊个成长就愈紧。啊，所以讲吼，伊即马来讲，咱伫手机啊伫用诶，吼，差不多几乎，吼，差不多，有一半以上嘛，吼，啊，但是吼，咱也是为不一定用手机哦，吼啊，或啊，佮用其他啦，像以前的一挂迄个黑莓机啦，吼，像遮因的作业系统佮无共款，吼，佮无共款。啊，但迄算拢足少数的就对啦，吼。啊，差不多大部分的人，咱即马看到的吼，两款，你毋是用苹果的，吼，用迄个 iPad， 吼，啊，用迄个 iPhone， 吼，还是 iPad。哎，这几款那个啊，苹果系列物件，啊，无就是用这个Android 这个系统的物件，吼、哦，包括就是讲所有的咱讲平板电脑吼，超、哦、拢用这个系统。啊，我想讲要了解一下，咱现场咱现场的朋友吼，你用的作业系统，你敢知？然后你也知影讲，你是用 Android， 请举手一下。好、哦。啊，用迄个 Apple 的 iPhone 的人，哎、欸，差不多呢吼、哦。iPhone 刚较旧淡薄吼，啊，这个咱那个市面咱那个市面上的使用的情形吼，有淡薄啊落差了吼、哦所以讲这无要紧吼。啊，先我要讲这两个作业系统，吼、哦，带手机啊，这两个作业系统无同款呢吼，因为吼、哦、咱。正正有伫使用即个网络的人，咱就知影即两个系统吼，伊基本上那是讲，迄个安卓来讲，即个较开放，较开放，有足侪物件吼，通啊用诶啊，咱卡算吼，一寡迄、那个
运用顶头吼，咱用个家己各落去做一寡家己个设计吼。啊，其实做遮迄个物件吼，遮个家己个一寡特别的使用的情形吼，是愈来愈多。以前大家提来是干哪要使用，但是今嘛吼，咱要使用遮个物件时阵，咱有搁较侪物件通啊找。不管是咱家己创的，还是讲咱去提网络顶头哦，既有的哦，加物件，加迄个应用程式，吼，咱讲加 A P P， 诶，愈来愈方便，而且吼，诶，免钱的比爱钱的较多，哦，啊，所以真多，即卖真多外口吼，咱现在不管去啊到位啦吼，啊，拢点咧看着讲，诶，有啥物 A P P 用的使用，哦，啊，有带伊的店口。伊嘛甲打一张吼，啊，家己嘛创一个因家己个 A P P 吼，啊是讲伊家创一个迄、那个啊，咱叫做 Q R code 吼，迄、那个咱叫做迄个二维条码吼，细细格格啊内底一寡，咱民政府赶快嘛内底嘛有一个迄、那个 Q R 通啊用，啊有当时啊，咱就看到遮讲，哎、欸、啊满街都是这些东西，咱咩去使用呢？吼、哦，哎、欸、其实吼，哎、欸、你若是。一步一步来啦吼，真侪遮物件，你拢用个垂手可得吼，唔是讲足困难的吼。好啊，咱拄下伫讲遮个，不管你是你用什么作业系统啦吼，啊，咱这个手机啊，要利用伊来做电脑使用来上网的时阵，是毋是咱来连咧外靠出去？哦，比如连咧网路去哩，啊，到底变哪连线呢？吼、哦、啊、目前来讲吼，两款吼，一款就讲你利用你手机啊，吼、哦、你这个门号的这个公司啊，譬如讲你是中华电信吼、哦，你是远传呐吼，不管你带经啊，你用个利用以这个电话吼、哦，电话顶头以和你家里的这个上网吼、哦、的方式吼，落、哦、去上网。啊，这就是咱一般的讲的这个3G， 好、哦、，3G 的上网。啊，另外一个方式吼、哦，都不是用这个方式啊，都用咱家己的迄个无线的信号。比如讲，咱家有一个叫做 TCG 五楼吼、哦，这个WiFi 的这个信号。啊，是讲咱去到外口啊，譬如讲台北市，我觉得叫台北 Free 吼、哦，前几天啊，叫马家要死去吼，哎、哦、不通。吼、哦、啊，影响足大个，大家拢无得上网吼、哦。啊，也是讲，真侪迄个台北市以外的所在，伫使用的这個无线网路吼，即、哦、个连线吼、哦，叫做爱台湾吼、哦。啊，也是讲，你走去迄个博朗咖啡，吼、哦，博朗咖啡伊嘛是有一个无线网路通好利用。不管你去遐打啦吼、哦，差不多拢有即个无线网路通好用。啊，为爱机。为免钱，吼、哦、啊！那用三 G 来讲，都拢爱钱啊！哦，吼，你爱个清，吼、哦，爱个清，再用个用这个三 G。啊，你啊无个清的时阵，吼、哦、啊，同款用个用，但是费用会较贵，哦。所以讲，咱即卖那是用这个智慧型手机伫上网的时阵，吼、哦，咱知影要连出去的，要连去你网络的时阵，所使用的这个连线方式，吼、哦，咱来了解。哦，啊，无有当时啊吼，因为你若对这个无了解的时阵，你有当时啊，你上网费用会变足悬的，哦，因为咱啊三 G 的吼，咱用这個第三代的这个连线，这个无线网络的这个连线的时阵吼，伊个费用是甲你跑马表的，所谓跑马表的讲，你连线吼的时阵，伊个资料的传输。传输量落去给伊算钱的，哦，啊，所以讲迄个费用有当时啊会较悬的，哦，你也唔知影，唔知影迄个使用的规则的人啦，吼，啊个，即马是啊个有一个好处啦，吼，即马因为政府有介入啦，吼，有介入啊，对这个费用有做一寡限制，哦，啊无以前吼，迄个呐。你若不要用安尼二十四小时个开落去，迄一个月传输费吼，会惊死人吼，算万的就对了吼。我上早的时阵，我冇用到这物件吼。啊，迄阵我是请迄个一个月，吼，比如我迄阵是六
199块啦，吼、哦，迄算早期吼。199块，你用套海，吼、哦，但是账单来时阵哦，你看了唔知影看了会分多呢，吼、哦。诶，顶头甲你写网络传输费，吼、哦，30000几块。哦啊，但是下骹个来个一条来讲负30000多啦，哦，一手给平衡掉了。啊，下骹过来就讲我迄个实际。加个八的这个费用，吼、哦，啊，伊要现在要你知影，这个讲你使用的量是遮大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伊和你哦，即个收费再加低啦，吼、哦，意思讲吼，因公司袂歹的意思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情形吼、哦，啊，在以前捌发生过的，讲唔知影人吼、哦，啊，上网哦，迄费用足高的哦，啊，共收要共收几啊千上万，尤其那是讲各地国外的时阵吼。哦上网阁用漫游的时阵，哇，迄惊死人啊啦吼！啊，这个情形到尾啊吼，咱其实吼 ，NCC 咱干嘛个要死去啦吼？啊，但是伊冇做到一项代志啦，伊就问这个费用吼，伊做一个约束。哎、欸，比如讲，你若唔知影，你如果使用，啊，你阁无个申请的时阵吼，伊这费用有一个上限，吼、哦，有一个上限。啊，个偌侪钱呢？咱2000几块一罐啦吼，每斤拢无个同款啦吼。啊，该迄、那个，你若上限达到上限吼，你敢那拿遐钱就好啊，你袂用人加收哦。吼，啊，所以用这点来讲，对咱是较有保障啦。吼，啊，我即马，你公家的连线吼，就是要提醒咱大家啦。吼，你若是讲哦，很依赖这个手机上网吼，啊，智慧型手机上网的时阵，吼，啊，咱这费用的部分，咱边啊去控制。哦，譬如讲，咱若是像。大家吼，大家咱有这个 WiFi 通啊使，有通啊使用的时阵，咱都无需要去用这个3G，吼，因为你啊3G你啊食较饱的迄个无差，吼，啊你啊是跑马表的吼，哎，我也是费用低低啊吼，199块的啦吼，啊用来互你传输偌济，吼偌济迄个 Giga 吼，啊那超过的时阵再落去算钱，啊像这款来讲吼，你就用个尽量卖用啊，你尽量要用这个 WiFi。哦 ，WiFi 大家是免钱的嘛，吼、哦，啊，那是去啊，市区同款哦，同款真侪 WiFi 拢是免钱的，哦，譬如讲，咱去便利商店，便利商店为毛免钱的呢？哦，像全家的免钱啊，哦，全家，咱来去全家便利商店哦，你带伊个会员的这个迄家电脑啦，吼、哦，同款一家电脑顶头，你去个输入哦，你的会员号码，吼、哦，啊，其实个会员。清就简单嘞，马上清，马上有吼、哦。啊，等于摕到个无线网络的使用账号密码，吼、哦，啊，等于使用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当然时间无长啦，伊就主要要你体验吼、哦。啊，一遍30分钟，啊，一工干那用个做3遍的款，吼、哦。爱免钱的，咱也要去运用它，吼、哦。啊，像大其他的啦吼、哦，其他的一挂所在 ，Starbucks 嘛有，啊，但是也为是爱钱的。为爱个消费吼，啊，为就是讲，你中华电信的账号，你对中华电信的所有热点，吼，啊，你用一个使用，拢有一寡限制啦，吼，啊，当然足多，吼，有当时按手机啊，甲拍开，吼，啊，要上网，伊会甲你问讲，伊会甲你连的一寡即个网络，和你去哩，和你去哩，即个网际网络，哦，去看物件。啊，但是吼，有当时咱去啊，尤其是伊个闹区、商业区的时阵。去你以后看了哇，哦、10几个，唔知要连打一个，啊，大家一定选一个信号上强的嘛吼。但是咱都爱去看吼、哦，是不是内底有爱钱的吼、哦？啊，当然你不会误闯了吼。啊，爱钱的你启动爱密码了吼。啊，免钱的有人是阿嘛爱密码吼、哦。啊，咱都爱看去到位的时阵，咱用的去去查看卖吼、哦。比如讲，咱走去汉堡王吼、哦，汉堡王嘛有呢。吼、哦，啊伊嘛免钱诶，啊你但是你爱先去甲登记一下，吼、哦，有当时爱去问啦，吼、哦，啊所以讲咱在外口，吼、哦，在外口咱毋捌去过所在，啊网络有通啊用，无通啊用，其实吼、哦，咱实在是很容易去掌控啦，吼、哦，啊咱用诶尽量利用这个 WiFi， 吼、哦，用 WiFi 时除了说吼、哦，为有限制，吼、哦，就讲、是、上面人在用使用，吼、哦，啊迄东西。
有当时啊，咱个消费等于免钱，咱尽量用这边哈，即、這个 WiFi 这部分的即、這个网络资源哈来连线。啊，有当时啊，3G 哈还是爱小心哈，较袂去讲因为咱无该做签约，然后啊，就话费用的产生。好，啊那以咱一般的连线来讲哈，在外靠哈，伫外靠，咱伫做即个网络连线的时阵哈，有当时啊，吼，这个 WiFi 会比3G 较方便，吼，因为 WiFi 的速度啦，吼，基本上拢会比 3G 会较快、较紧就对啦，连线的速度会较紧，因为这个 3G 吼，伊的目前的速度吼，啊，个差不多是5-6 Mbps尔，但是吼，用 WiFi 的时阵，哦，即马足快的，即马上少上少吼。拢阿个差不多10-20吼，啊，尤其公共场所真侪所在用做到50吼，像中华电信真侪热点拢是用50的速率，啊，所以讲即个速度来讲吼，一般的使用拢无问题吼。啊，那像咱外口在用的，像市政府啦吼，即、這个台北 free 吼，还是讲爱台湾，因为这使用价都足多，而且以即、這个。建制家的物件时阵吼，迄阵伊即个伊的即个速率啦吼，速率有做一寡限制，伊嘛买好讲真侪人吼、利用即个公用网络吼啊，伫做一寡资料大量传输的动作，譬如讲看影片啦吼，还讲你传物件，所以讲伊有做一寡限制。无其实吼 WiFi 来讲吼，一般吼拢。比 3G 吼，的速度有较紧，吼啊，尤其吼，即马阁刷咧 WiMAX 吼，就是所谓的4G 啦，吼4G 啊，即个呐，会建制吼，较完全的时阵，哦，即个速度都会跳脱现在的速度10倍以上，吼10倍以上啊，即目前啦，吼目前差不多大都会在有，台北市有，新竹哦啊，台中、台南、高雄。差不多拢有，啊那卡郊区的啊都无啊，吼，啊这当然咱台湾来讲吼，在这个网络的建制顶头吼，网络的基础建制来讲吼，咱算也算袂歹啦吼，啊但是嘛是爱国加油啦吼，加其他像韩国来讲，韩国都比咱国较好，啊伊的费用来讲嘛比咱较低，吼，啊这個、其实吼。咱台湾在这部分吼，虽然讲咱阿个临近几个国家了吼，唔是讲第一的吼，但是咱在世界顶来讲，网络的这个资源然后网络的建制吼，嘛是袂歹吼，所以讲咱用的在外口用的尽量去用这的资源吼。啊，有人你想讲，我在外口的用网络到底是用网络要从啥？咱也知影人讲，网络顶头确实有足侪物件，你想袂到的资源用的使用，吼、哦，包括对讲导航，吼、哦，有人讲，我汽车顶头有导航，但是你行路的时阵呢，你要去找一个所在的时阵呢，吼、哦，即阵就足好用的哦，吼、哦，你用咧利用你的手机啊顶头的即地图啊地图的功能呐、啊，吼、哦，即导航的功能，啊，等下去足方便，吼、哦，取得资讯免。去甲问路啦吼，啊要找附近的物件啦吼，即个资源在即个网络顶头，拢很轻易的可以取得吼。啊，咱呐有当时啊吼，咱出门的时阵，咱有一支手机，咱咪用个省足侪代志个呢吼，包括来讲，咱伫有当时啊要做一寡联络的时阵吼，即卖嘛真侪人拢。用这支手机，但是拢无用这个手机的卡电的功能，吼，拢真侪人拢有用这个 Line 的经验，吼 ，LINE 啦，吼 ，Line， 有 Line 的账号的人请举手，哦，这差不多大家拢有啦，吼，那拄好，咱拄好在用那个智慧型手机的人数差不多哇，吼，因为现在这个物件，那也真侪人要甲使用呢，因为足方便呢。啊，佫刷咧，就讲最主要一边钱，嘿，最后边钱。啊，即马吼，为人啊，那用较久的人拢知影吼，拢会不时去甲更新，
好、哦、啊，即嘛相信的咱会用看到人影呢，可以影音呐、啊，唔是讲干那听声音尔，唔干那讲电话尔，会用看到人。好、哦、啊，不管你是哪位，吼、哦，拢会用去用这些资源滴的，吼、哦、啊，有人是啊讲，咱若出国的时阵，卡电话是足贵的，安尼用咱的时阵免钱，哦，拢免钱。啊、所以讲吼、哦，使用的人啊，愈来愈多，吼、哦、啊，无为人吼、哦，讲啊，我都手机啊，无这个智慧型手机，啊，用的用来嘛是会使呢，吼、哦，只要你透过手机，别人的也好啦，吼、哦，因为咱厝的人为人有用，咱能去个清洁账号，啊，带电脑顶头买有电脑版的来通来用呢，吼、哦、啊。我相信真侪人用过，人就知影。咱这物件吼，唔呐，干呐讲话啦吼，啊，即嘛有影像，啊，另外佫传输档案啦吼。有阵时咱翕相，出去外佚佗啦吼，啊，翕相啊，随便有别人的时阵，免喏，啊，直接安尼传就好啊。那以前较麻烦，哦，以前还佫用 email 都要传啦吼，啊，即嘛免啦，即嘛足简单嘞吼。啊，透过手机这平台，吼，这智慧型手机平台。我按你现在功能啊，都足侪功能通啊使用，吼、哦、啊，唔好讲，咱即马个停顿在吼，即机就干那要卡电了尔，吼、哦、啊，有人讲我翕相尔，吼、哦、啊，听音乐，吼、哦、啊，其实吼、哦，手机用去做足侪代志个啦，吼、哦，好，啊，咱即马个讲转来，咱像有当时啊吼，咱要找一个物件，喏、哦，比如讲，咱要找一挂譬如讲，咱这一挂论述，吼，这资料，咱那是带一般电脑顶头，当然啦，吼，咱用这个手机甲用电脑无同款的所在，就是讲，咱带电脑顶头，吼，诶，荧幕较大，而且吼，咱好像带荧幕顶头，吼，带迄个电脑顶头，迄荧幕较大，用个做足侪代志，用个同时开几下网页嘛，吼。啊，但是带手机啊，跟他比赛，吼，跟他比赛，跟他只能看到一个画面尔，吼。啊，手机啊本身伊个荧幕有较小啦，吼。啊，但是吼，其实咱带手机顶头，嘛毋是讲你看到的是一个荧幕，但是伊同时嘛是伫做足侪代志个呢，吼。啊，只是咱爱去甲做切换的吼。啊，我今麦要讲的就讲，比如讲咱带咱的网站吼，带咱的这个官网内底有看到一寡物件吼。啊，带电脑看到的，甲带手机啊看到的吼，到底有啥无同款呢？吼，因为咱的网站吼，咱是用这个 web base 吼，就是讲网页模式啊，吼，电脑的网页模式。落去做诶，吼、哦！啊，带手机啊顶头，其实你看到是同款，但是你看到诶画面吼，有淡薄啊不同款的所在，就讲因为伊诶即个画面大小不同款，吼、哦！啊，咱看到诶物件就受到一些限制，吼、哦，受到一些限制，无法度看到全面诶，吼、哦！啊，即个有啥办法解决呢？吼、哦！即卖咱有当时啊，咱会去看一挂较大诶网站。伊就甲你分做两款啦，一款叫做电脑版的，一款叫做手机版的。吼、哦，有当时咱来去一挂官方吼、哦，一挂迄个政府的网站啦吼、哦，因为政府网站真侪，这部分拢比民间有做了较好。吼、哦，伊就甲你分做你是电脑的版本，还是手机的版本？哎、啊，你看到的吼，内容是差不多，但是吼。哦因为伊来做两款无同款的画面，互你使用要操作起来吼，会加较方便的吼。啊，像这部分吼，咱一挂民间呐吼，啊，包括咱这边吼，食的物件渐渐吼，你会发现有做一挂改变啦。吼，无以前咱伫使用手机的时阵，我用手机上网足困难的吼。啊，去哩吼，要看物件，真歹操作吼、哦。啊，即马即个现象吼，会愈来愈好啊。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咱在手机啊顶头吼，咱带这智慧型手机顶头，咱伫使用的时阵，甲电脑有一个较无同款的所在吼。
啊，那是讲你已经用过电脑的人，哦，啊，你过来用这个手机，用这个智慧型手机的时阵，你可能你也发现讲，哎，好像不太顺手，哦，不太顺手，哦，啊，那是讲你一开始无伫用电脑，一开始就接触这个智慧型手机，还是平板电脑的人，哦，你也感觉讲，哎，啊，这个操作模式，刚才以前吼，你无练过其他的武功，吼，啊，你一开始就用这个物件的时阵，你会感觉讲，啊，这个物件袂歹用，吼，啊，拢无需要什么键盘啦，吼，啊，其实两款吼，是同款的啦，吼，只不过是操作模式无同款而已啦，吼，啊，若讲到这个吼，可能大家，你以前有用过电脑的人，过来用这个手机的时阵，你会发现讲，欸，啊，手机跟那个电脑吼，避开手机跟那很容易当掉，很容易当机。吼，哦，有当有当时啊吼，啊明明电话来，吼，哦，啊你即马拄啊伫上网，还是讲你已经上网啊去找足侪物件，但是吼，哦，你拄啊伫使用的时阵吼，拄，哦，好电话入来的时阵。电话就一直等，但是你安怎要甲去接电话就接不起来。哦，我相信有真侪人有这个经验，尤其你爱手机，唔是讲足新的时阵，哦，啊，有这个经验。啊，这就是吼，嘛，哦，是讲关节宕机的一个现象啦，吼，哦。啊，这个手机哦，啊加这个电脑，一中间啊，这两个无同款的所在来讲。咱一般电脑吼，咱顶头的啊，伊个硬体啊，吼吼，伊个记忆体的吼，硬体的部分，伊个记忆体比手机拢有较大，吼，拢有较大。啊，伊顶头的即 CPU 的速度来讲吼，拢有较紧，吼。啊，所以伫使用的时阵，咱会虽然讲有人讲，哎，我用电脑的时阵，嘛是有当时也会感觉磕磕啦，吼。但是甲手机啊比起来吼，手机啊搁较严重，吼。啊，像这部分来讲吼。咱都爱知影讲，手机啊使用的时阵，甲电脑是无甲同款的。啊，过来就讲手机啊，甲这个电脑，基本上啊，吼，你伫使用的时阵，嘛是爱像电脑安尼，吼，有当时啊，你爱去甲做一寡整理，吼，一寡整理，啊，无伊愈用愈慢，啊，上尾啊，就是我拄啊讲的这个现象，吼，啊，变磕磕啦，吼，啊，宕机，吼，啊，像这個情形吼。咱若拄着这個情形，要安怎处理呢？吼，哦，即马真侪人讲，我迄，个手机吼，唔捌伫禁诶，暗时啊嘛无伫禁，吼，哦，反正等于着伫充电嘛，吼，哦。啊，一直个使用，吼，哦，啊，使用可能吼，使几工使用安尼拢无问题，但是甲第二工诶时阵，奇怪吼，哦，啊，什么都不对劲了。啊，要接一个电话也有问题，要卡一个电话也有问题，啊，到底要哪处理呢？吼，哦，啊，有人讲，啊，甲电脑同款，我甲禁机就好啊，吼，哦，把手机关掉就好啊嘛，吼，哦。啊，有当时啊，你要禁嘛有困难呢。啊，有人讲，无我电池甲拔掉，吼，哦，啊，有人讲，电池阁未拔个呢，即马真侪手机电池拢做死个，做内底，无就像以前讲电池用个拔起来，啊，像这情形变怎呢？其实吼，真侪人拄着这个情形啊，第一个伊想到的吼，就是讲，我这个手机啊，是不是坏去啊？是不是讲爱上修？吼，咱爱有一个观念吼，我拄啊讲，智慧型手机就是电脑，所以讲电脑这物件，你啊长时间使用，你个无精力的时阵吼，都有这个现象，啊，变哪去处理这个问题呢？一般啦吼。咱知影电脑内底，咱拢会装一挂迄个系统整理的软体，吼，哦，啊，包括就是讲会问你内底一挂迄个机体的资源，吼，哦，啊，会甲做一个处理，无路用的，伊拢甲汰掉，吼，哦，伊会主动去做这个物件。手机内底嘛，赶快有这个物件，有这个资源通个用，吼，哦，包括就是讲。咱作业系统，不管你是用 iOS 还是用 Android， 内底吼拢有一挂在管理在程式的物件伫内底，吼，包括来讲，哦，你长时间使用之下，吼，啊，你手机内底在记忆体，吼，数量要上多去，
啊，真侪拢无释放出来，速度会变慢。这种用来利用咱手机啊内底吼，啊，即作业系统内底一挂迄个管理吼，一挂城市管理啦，吼，还是讲记忆体管理、资源管理这物件，来问咱手机啊，甲咱清哦，哎，较清气的，安尼咱速度造法都较紧吼。啊，这物件吼，咱那是会晓去使用的时阵吼，包括吼，不管你用哪一个作业系统啦。伊拢内底拢有内建遮物件，啊，有当时啊，咱买用去安装一挂物件呢，吼，安装一挂遮应用程式、遮 A P P， 吼，啊，用个利用遮 A P P 来管理咱啊手机啊顶头，吼，遮记忆体啦，吼，还是包括讲内底遮应用程式、遮 A P P， 吼，那经过吼，咱有安装遮物件的时阵，吼。咱两个不关系哦，和咱的手机来对哦，即个机体诶，迄一挂迄个无路用诶，吼，咱拢应该清楚，可以伫迄个上好的状况，吼。啊，无你若是讲拢无安尼处理来讲，吼，有可能啊，就是讲诶，愈用愈慢，吼。啊，在遮吼，我有一个建议啦，吼，咱若伫使用即个智慧型手机的人，吼，每工。好，每天咱甲重开机一遍，意思是讲，比如讲早起啦吼，咱就问这手机吼，甲禁掉吼，所以禁掉就是讲，唔是进入迄、那个等待模式啊吼，哎进入迄个休眠模式，直接的完全关掉，啊完全关掉，佮开机的时阵吼，你的手机的状态是上好的。一般来讲，有的人讲，我唔阿滴禁的吼，其实安尼是唔好。上好是，逐天吼，每一天吼，你都用你的手机，甲禁掉，啊，再重新开启，安尼你的手机的使用吼，都会较顺畅。好，啊，咱拄好滴讲这個、一挂应用程式吼，啊加这个记忆体吼，这个管理吼，即马我可能吼。我一挂即个应用程式吼，可能爱甲大家吼，做一个解说啦吼。咱手机提来的时阵，内底有足侪既有的程式哦，包括翕相的啦吼，包括听音乐的啦吼，啊个一挂地图吼，足侪程式滴个。啊，有的人吼，干那只爱都我都去使用啊。啊、但是你若使用一段时间以后，你会发现讲，获得很多信息，讲，有什么应用程式，有什么 A P P 通啊使用，啊，大家下面去下载，吼、哦，有人下载一挂游戏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有人下载一挂像看电影啦，吼、哦，看电视啦，吼、哦，足侪程式通啊使用，啊，这物件吼，真侪人看到以后，拢下面甲安装落去，吼、哦，其实吼、哦，这个。那是讲，除非啦，吼，除非你的这个手机的记忆体吼有够大，吼有够大，啊，无你那是定定吼，问一挂咱无定伫用的，吼，还是讲看到感觉趣味，啊，你就甲安装落，就甲下载来讲，对咱的手机啊的使用吼，有足大足大的这个障碍，吼，因为甲电脑同款，唔好讲无代志，啊，你有真侪程式啊，都伊甲安装落去。安装啊，到尾啊吼，你唔是讲干那容量无够用尔吼，有当时啊安装了伤侪时阵吼，真侪只程式吼，虽然讲你无伫使用，但是只要你电脑开开，伊就会问这程式的一挂，咱叫做常驻程式会甲藏起哩。啊，所以讲你自然吼会愈来愈慢吼，啊手机同款，甲电脑同款，冇这个现象吼，所以讲咱啊。有定的用的吼，咱再装；啊，无定的用的，应该先加，不一定要下载啦吼，因为咱手机顶头的记忆体无够，无讲足大哩吼。咱遐物件吼，在网络顶头，永远拢有放在顶头吼。啊，咱能随时用去提吼，无像讲电脑有阵时啊讲，咱看到的物件啊，你也无先加抓落来，是不是过几工啊吼？咱要使用的时阵，搁找无。哦，其实袂哦，手机甲电脑的差别就是讲，伊的这个应用程式啊，哈、哦，这 A P P 的取得哈、哦，
比电脑有较方便淡薄，吼，拢有伫整理啦，吼。啊，一般像咱那种 Android 内底有一个叫做 Google Play， 吼 ，Google Play， 迄个叫做 Google 的商店，吼，诶，迄内底就足侪物件啦，吼。啊，那是 Apple 嘛，同款啦，诶 ，Apple 同款一个 Apple Store， 吼，用咧使用。啊，即内底吼，你看到的物件，拢袂叫走去，吼，所以讲也不必。急着说一定要下载回来，放在你的手机顶头，吼，因为咱手机本身，吼，咱的一挂记忆体，吼，唔是像电脑遐大，吼，电脑顶头，吼，咱用个讲硬碟，用个个易个增加啦，吼，啊，但是手机吼有一挂限制，吼，你上大嘛用个放偌济尔尔，吼，啊，尤其即卖真侪手机，吼，像 Apple 来讲，吼 ，Apple 迄个 iPhone， 吼。iPhone 内底伊个记忆体吼，伊个储存装置啊吼，伊是固定的。你买的时阵哦，你要买偌大诶吼，买偌大记忆体，买32个吼，啊你买来时都无得去扩充啊。吼，啊那像其他啦，像即个 Android 即个系统诶物件吼，都无共款吼，伊用个家己扩充吼，伊有一个内建的记忆体，啊另外用个家己插卡。啊，像这款来讲，都较无即个容量的限制啊，吼，你用一个家己去增加，吼，一寡诶，即储存空间，吼，啊，甚至用个做交换，用个甲抽起来，哦，佫啊插另外一个落去，吼，啊，像即情形的时阵，吼，咱那是讲，咱资源呐，吼，咱家迄个储存空间那是有够的时阵，吼，咱用个透过我拄啊讲即个。管理程式，用个大，咱顶头安装的程式吼，安装的即个 A P P 吼，用做一挂管理吼。安尼来讲吼，咱手机啊，特别讲，有当时啊讲无够用，内底机体无够用吼。我都好哩讲即个应用程式吼，咱一般像不管你用什么作个系统啦吼。跟那买电脑同款，你买来的时阵，伊内底应该立一挂程式伫个啊，吼，包括在工作的系统附带的啦，还是讲你常常你用的吼，像即个 Office 吼，即个软体，手机嘛同款咯，吼，啊那即个以附带吼，即个作为一种附带即个应用程式，那不够用心，咱就去下载对不？吼，啊我都话讲，咱尽量卖增，但是咱那是讲咱的记忆卡，咱的记忆体啦，吼，那是讲有这个用的扩充的，吼，咱用的利用我拄啊讲的这个记忆体的管理程式，吼，这个手机啊的管理程式，用的问咱内底家应用程式，吼，做一挂区分，吼，一般咱知影讲，这个手机顶头的这个记忆体，吼，甲外靠咱家己个用的。扩充的记忆体，因两个记忆体吼，虽然讲拢用个使用，但是吼，因有足大的差别。吼，就跟他讲，咱电脑顶头吼，咱硬碟有偌大，但是我个用个外接硬碟吼，用个做只诶一挂储存诶扩充，但是基本上两个速度是差足侪，尤其手机啊顶头，咱来讲即、這个。你用内底内部的记忆体，甲用扩充的记忆体的时阵吼，因两个基本上伊的速度差足侪，啊，都是因为安尼吼。譬如讲 iPhone， 想那个 iPhone， 伊外块不爱用扩充呢？当然，你用个用一个叫做外接储存装置啊，但是迄个唔是要你做这个使用方法，伊是要你运内底资料用个甲摕出来外口吼。啊，一挂唔是伫系统使用的物件，会用甲摕出来。伊最主要目的就是讲吼，啊，要伊个手机吼，伊即个智慧型手机会执行速度会较紧，吼，因为伊歹互你做一挂扩充啦，吼。啊，当然安尼有足侪无方便的所在。那咱买，像譬如讲买 iPhone 的时阵，伊个记忆体有偌大。吼、哦，咱都用个使用遐个尔，吼、哦，啊，你阿个想要扩充，你就用外部落去做一个迄、那个
外部的记忆，外部的储存装置，吼、哦，本来的物件可比出来，但是你免的带顶头机啊，使用伊的程式啊，吼、哦、啊，甲咱一般我拄啊讲的这个安卓的系统，无同款的所在在遮的。啊，安卓的系统用的家己用外部的储存装置，吼、哦，用的用外部的记忆卡，吼、哦，用的带顶头执行。啊，当然伊的好处。嘛是伊个歹处啦，吼！你讲外部的记忆体，就讲咱个扩充的这个记忆体，伫使用的时阵，吼，也速度足慢的。啊，所以讲咱若怎样的时阵吼，咱都用来做。譬如讲，咱常常伫使用的这个应用程式，吼，拢甲放喺内部的记忆体。啊，那较无伫用的啦，吼，较无伫用的，啊，是用量较少的，吼。咱两个甲坑诶，迄个扩充诶记忆体顶头，吼、哦，简单讲就是安尼啦，吼、哦，真侪即个诶系统，吼、哦，包括伊即个系统附带附属诶即个程式，吼、哦，咱话拢免个刷，拢直接坑诶内部记忆体。啊，咱改个装诶，啊，譬如讲，咱有装一挂迄个导航系统啦，吼、哦，还讲要看电视啦、听广播啦，吼、哦，即个程式，咱两个去装诶即个外部诶记忆体。按你来讲吼，有当时啊吼，咱伫使用的时阵，伫用其他吼，我都话讲咧，听收音机啦吼，哎，看电视啦，遮个物件吼，你讲外部的记忆体顶头吼，伊速度唔是讲足重要的吼，甲咱迄个伫用内建记忆体的时阵。是无同款的，有当时啊，咱需要伊足紧的一个反应啦，吼，还讲这个这应用程式吼，哎，咱若讲个内部的记忆体的时阵吼，伊的执行速度会加足紧的，吼。啊，另外就是讲，咱用智慧型手机，真侪人拢用来翕相，吼，用来翕影片，吼，啊，翕出来这个。资料呢？吼，加迄个档案拢足大嘞，吼，尤其是那照相，为即马即个智慧型手机，伊个镜头拢已经到千万，吼，到迄个画素已经到千万这一级啊，吼，尤其像迄个 Sony 哦，即马新的即个 G 万吧，吼，2000万画素，哇，比咱的相机更加好。一般咱相机为人阿哥底。1400万、1600万的吼，手机做啊2000万，啊，伊这个档案的足大，喏，档案的足大，啊，尤其影片同款嘛，档案足大，啊，遮个物件，遮个档案，你若是讲要放喺你的手机内底吼，所占的空间都占啊足大去，啊，像遮个物件，咱能善用哦，这用这个外部的这个记忆体哦，啊，来做。资料吼，阮遮迄个档案呐吼，拢甲转出来。安尼来讲吼，咱手机内底诶，即个记忆体都别讲吼，即个内部的记忆体都别讲去，咱即大量的资料吼占用啊，买影响到咱诶，即个手机的速度吼。啊，即马咱个讲来吼，就讲即个手机内底吼，咱甲电脑同款咯吼，有当时啊。咱电脑常常讲会中毒，吼、哦，有当时啊讲不小心啊上网去下载啥物件，吼、哦、啊电脑都怪怪，吼、哦、啊网页绑架啦，啥物物件拢有，啊手机是毋是同款有这個现象呢？同款嘛有哦，吼、哦、手机某迄个中毒，某这個中毒就回事啊，吼、哦、啊所以讲咱手机为人买去装一挂防毒软体。哦，装一个防毒软体啊，但是吼、哦，咱一般来讲，咱手机大部分吼、哦，这个中毒的现象吼、哦，这个问题吼、哦，没有比吼、哦，咱顶头伫使用吼，即、哦、一挂个应用程式吼，一挂包括的讲像 Line 啦、啊、吼、哦，啊像其他啦，你用 Facebook 吼、哦，像这款的账号吼。哦从手机哦顶头啊，这种盗用的情况反而比电脑顶头较多、哦、所以讲，咱手机要做一个安全的管控的时阵吼、哦，其实吼、
中毒的现象了哈，中毒还是讲绑架了哈，其实中毒的现象反而比较少哦，反而其他的一些安全的问题也较大哦啊，所以讲咱一般手机呢，伫要做一挂安全的管控的时阵哦，应该是在这个防害这部分哦较重要哦啊，有当时啊，咱伫用手机的时阵哦。利用手机做一挂这个账号的登录哦，譬如讲江主任带顶头用 Facebook 哦，啊带电脑顶头毛滴用啊，两个吼、哦，差不多拢用个同时使用嘛吼、哦，包括 Line 嘛同款吼，用个同时挂在顶头啊，这个情形来讲吼、哦，有当时啊，咱若无做一挂家己的一个安全管控的时阵吼、哦，有当时出一挂问题。电脑放在咱厝的吼，还是讲笔记型电脑放在咱家的身躯，这两项吼要叫拍无的机会较少吼，尤其咱放在厝的电脑未拍无去嘛吼，厝的叫擦擦走入去，敢莫走去啊。笔记型电脑遐大只，咱嘛过啊较好势，但是手机无同款哦吼，手机遮细只吼，啊你若无小心的时阵吼。你若顾无势，还讲别记哩，吼、哦，放喺单位，啊，你所有物件拢伫顶头，吼、哦，所有物件拢伫顶头，啊，只要离开我们，吼、哦，咱的身躯，啊，这只手机啊，都变别人个啊呢，啊，你所有账号拢伫顶头啊，爱、啊、是足恐怖个代志，吼、哦，敢那你电脑拍无去，同款意思，啊，所有物件，啊，所有账号拢伫顶头。啊，所以讲有当时啊，咱会发现讲，物件足好用诶，但是伊诶即个危险诶程度啊增加，吼、哦，以前讲，咱那手机啊拍无去，结果是讲叫停掉吼、哦，停掉，但是咱要停进前啦，吼、哦，咱所有账号有可能哦，全部被偷，吼、哦，啊，我讲讲即个账号是毋是有正是啊重要，其实吼、哦，咱也是。有用这个一挂咱顶头吼一挂这个网络啦吼，认证啦吼，还是讲网络的购物，拢有真侪咱个人的资料伫顶头的时阵，你若拍无去吼，啊，你可能所有的账号马上被转移出去，吼，唔是讲你去停就会使啊，在你还未去。停掉你这个手机啊的服务的时阵，可能你所有账号都拢向转出去啊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讲这足重要的。一般吼、哦，咱伫讲这个智慧型手机的一挂安全的时阵，吼、哦，这部分吼、哦、是重点。吼、哦，咱顶头伫使用的所有账号来讲吼、哦，咱爱做一挂管控。吼、哦，啊无有当时啊，咱手机啊。叫拍无去的时阵，吼、哦，咱损失的不是干哪讲哦，伊会给你卡电话，其实遐账号还阁较重要，好、哦，好，啊，咱拄下伫讲这个有关这安全的问题，啊，今嘛阁另外一个，就是讲咱常常拄到的，吼、哦，用手机伫上网，吼、哦，甲用手机卡电话。这个中间吼，伊这个使用的时间吼，可能咱拢有一个发现一个代志，就讲咱若纯粹卡电话，咱只手机可能两天照需要去充一遍电，吼啊，我讲用较侪啦吼，可能一天吼也爱充一遍电，但是你若用手机伫上网的时阵吼，可能就无法度动啊久啊。我讲，我讲两个当个一早起，吼、哦，当个几点钟尔，啊，就随无电啊，明明白白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就随无电啊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现象吼、哦，可能真多人会发现，吼、哦，啊，现在安尼呢，吼、哦，因为咱用手机上网的时阵，卡电话是完全无同款的，吼、哦，你啊卡电话是，你卡电话的时阵，还是讲一待机的时阵，吼、哦，尤其卡电话是较用较侪电。哦，啊，待机的时阵无用啥电，但是你上网的时阵都无同款啦哦。你若上网的时阵吼，只要你上网，你手机啊用的电吼，
远超过你卡电话啦。吼、哦，啊，为人讲，我无上网的时阵，吼、哦，是不是伊都无伫用电？其实不一定哦。吼、哦，你爱问你的迄、那个上网吼、哦，这個、连线爱甲禁掉，啊，无人无禁掉吼、哦，有可能啊，足紧的吼。比、哦、如讲几点钟久，啊，都无电啊。啊，咱用的避免这没必要的上网连线的动作不？会使吼，在手机啊顶头，咱拢用给它设定了吼、哦，包括你去给它下载一挂这类管理的程式吼、哦。啊，比如讲你若无偌久啦吼，无、哦、去给它做迄个上网的一挂迄个资料的交换吼、哦，意思讲，你虽然讲你连起哩吼、哦，但是你无去浏览网页啦，无去开你的 Facebook 哦，无去开你的 Line 的时阵，以及待机的状态的时阵吼，以及用电吼，用来甲你升起来吼、哦，包括对讲你所有网络活动只要一静止偌久吼，伊、哦、就主动甲你做待机。按你来讲，你的手机的续航力吼、哦、会变较长。啊，真侪城市上啊使用，吼、哦，你若是讲无增加城市的时阵，真实吼，你都即、這个待机的时间会变啊足低，吼、哦。啊，有人讲，是毋是我用个换电池，吼、哦，即马真侪手机人拢不要你换电池，拢直接给你电池做吸液来滴，吼、哦，啊不要你换。啊，唯一一个办法就讲用即个叫做行动电源，吼、哦，行动电源。就是讲，用个外口啦，你家己搁接一个电源滴个吼，啊，即马真侪啦，吼、哦，即马愈做愈碎裂，吼、哦，啊，像咱买个利用遮个物件，吼、哦，来增加吼、哦、你的即、這个手机的续航力，吼、哦，啊，上重要的就是讲咱使用吼、哦、使用手机的即个技巧啦，吼、哦，就是讲咱无需要用的时阵，吼、哦，咱用个利用遮个程式来管理，和你的手机啊。续航力会较长，吼、哦，好啊，讲到这个啦吼，讲到这个手机的这个、用电的部分，吼、哦，今嘛有一个新的物件，可能大家有发现吼，近前吼，近前有一间Sony 吼，Sony 有一个物件，就是讲咱伫手机伫充电的时阵吼，一般拢有一条线。哦，啊个插的迄个电源呢，哎，插的电脑落去充电。但是吼、哦，即马有一款新的物件，伊拢免插电咯、哦，哦，直接手机啊放喺一个板顶，啊，拢无有着线，啊，就用个充电。哦，可能大家有看到这个报道，吼、哦，啊，这物件吼，即马会愈来愈多，吼、哦，无想讲以前讲，咱为着要充电，有阵时啊找无迄个。插头啦吼，带外口，但是即马即个物件会愈来愈多吼，啊，迄个利用啥呢？叫做无线电力传输吼，即个物件就唔是讲即马才有啦吼，其实以前都有即个物件，只不过因为手机啊，大家有即个需要，所以讲即个物件会愈来愈多吼，啊，像一挂较旧的手机，会买个盖哦吼，买个盖啊，外口已经。像一挂即个通讯行啦吼，即、手机啊店吼，因拢有卖遮物件啊。啊，咱伫使用遮物件时阵吼，咱爱注意着一项代志吼。咱因为用无线传输的时阵吼，伊即、這个甲手机啊吼，无需要连线，所以讲为人讲我若用即个方式的时阵，用即个方式来传输的时阵。是不是吼？咱手机啊，伫充电的时阵，会造成有啥物较无好的这个影响？吼，有人讲，咱手机啊，伫使用的时阵，伫一个充电的时阵，唔好卡电话，吼，甲这个道理同款啦，吼，因为用无线传输的时阵，吼，伊的传输的这个效率，吼。无像有线遐好，有线直接就是对电池充电。但是你用无线传输唔是哦，它是利用一顶头是个线圈哦，做
即个资料做即个电力的传送，啊，伊的效率也较低，啊，所以讲简单讲啦吼，有一点像电磁炉迄个原理同款啦吼，啊，咱就知影讲，那是即个用即个方式落去做的时阵，咱手机啊吼啊做即个电力传输的时阵，伊都同款有即个余力。好，有可能就是讲，造成手机顶头的一挂损害，吼，啊，这部分可能大家要注意，吼，啊，真侪人伫讲，咱伫用这个无线的物件，吼，拢有这个电磁波啦，吼，还讲在的影响，吼，哎，其实这部分是有的，吼，所以讲要细腻，啊，某人顶回，吼，我有看到一个报道，吼，就电视，吼，电视。大只哦，吼，像这个较大即个液晶电视，免插电，免插电，因为同款是用这无线的传输的方式，吼，所以讲这物件在咱的生活中，吼，会愈来愈多，吼，会愈来愈多。啊，以前咱惊的所谓电磁波，吼，是在一挂的家电顶头，啊，其实吼在手机啊顶头，啊，即马这样问题，吼，马上。重新拿出来讨论了吼，因为以前咱怎样讲？手机吼，咱伫讲电话的时阵，迄、那个电磁波，但是即马唔是哦，即马其他遮个问题吼，咱嘛爱注意吼，啊无充斥在即个电磁波的即、這个生活啦吼，充斥在电磁波里头吼，对人开始有影响。好，好，啊咱今仔咱就讲下遮，啊那有啥物？迄、那个手机的问题，吼、哦、啊，各位用个提出来，吼、哦，咱来用个讨论一下。啊，目前哈、啊，我拄好咧看咱这个五楼吼，这个 WiFi 吼、哦，虽然会通啦吼，用个连着，但是吼、哦，不一定讲会用个连出去外口。吼、哦，我拄好有甲试过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讲，咱有当时啊做这个手机顶头吼。哦会做一挂，做这无线顶头啦，哈 ，WiFi 顶头应该做一挂，管制，所以讲，你不一定讲，连线去哩，都不一定讲用个连去哩网路，吼、哦，带外靠嘛，同款啦，吼，啊，这是有当时也是因为，这个收费问题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家可能的是讲，上课的时候，希望大家。不要去上网哈、哦，连不出去哈、哦。啊，有人可能讲，都有这情形的时候，是不是咱的物件歹？其实不是，哈、哦。好，安尼今日咱就到这。各位好，请。